你问我没说出口的那句话是什么？哎，邓东老师，我要跟那个耿耿坐一块。我想对你说，从今天起就让小爷我罩着你。我喜欢你，很喜欢你。还给我，他的太郎我已经杀了。可是我说不出口。林哥，林哥，你会没回家？老师，我不会。这个你这么简单，你告诉我你不懂，你帮谁呢？我们都很傻，傻到一起相信，永远会到达，你在微笑吗？忽然想起来，还没有牵过你的手。走，就算撒谎，也想牵你一次手。快点！你说，如果真的有世界末日，一定不会在夏天来临。可夏天也有结束的时候。我们以后一直做同桌，好不好？好想陪你一直走下去。也许我不能陪你走到终点了。我也有一个喜欢的女孩，可我不敢当着这么多人面给她唱。你帮我一个忙。对不起，我要对你撒一个很大很大的谎。哇，你一定会恨我吧？可是恨一个人总好过挂念一个人。耿耿，你一定能成为那个最好的你，然后遇到一个对的人，那才是你应该得到的幸福。即使我从你的生命中消失，也一定要倔强地走下去。真的很想陪伴着你到永远。学会了隐藏自己情绪的办法。